哎开呦，豆，开台币开台哟！下面冰天雪地，小雨8.6，哎，降低哇！GG 啦，你飞飞三上百宇秒，宙飞啊，掉啦！浩瀚无穷啊！飞上宇宙，浩瀚无太厉害啦！太会飞了吧？哇！哎，又飞出去啦！为什么又一次这个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，百看观不众腻等啊！一下哈，我怕快吸完了，快吸完了，百看不腻，所以要100次吗？那个挂着就好了啦，不行啦，很卡、欸。你下次开开看麦快加这个，我的都一直都开着啊，麦多低趴啦，对啊。赶快进来看看我们这奇怪的地图啊！这张地图怎么超奇怪、啊？这地图有病啊！有问题啊！怎么用的、啊？地图出问题啦！只有是自然生成的吗？只有一棵树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地图不太对呀、啊。树那一棵而已吗？对啊，那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分三队，三队抢一棵树？我觉得在打树打到一半的时候就被揍了吧？不用打树吧，拳头打一打就好了吧？打人打一打就可以了啦。看谁的拳头比较大颗。啊，这奇怪的因为其实地图超诡异，维京人版都可以。我觉得气部的设定也都不用设啦，应该也用不到啦。嗯。才懒得设定那些其他书了。嗯，对，今天目标是六张都玩完吗？可以可以，跑完图，六张玩了。今天的目标是把六张图全跑完啊！对对对，这是今天的目标了，不错不错。哦，真的、啊，他至少可以那个，我们一下去就开始边界压缩，有没有？你好像也不错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哎、欸，铁拳无敌，好不好？开场用个十分钟就缩了，哇塞！其他的东西设定我不管哈、啊，缩十分钟，其他就算了吧。哇、啊，怪物要清真的万位很可怕，应该打不到十分钟吧？也是啊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我是觉得人比怪物恐怖啊！我觉得你要给我们一点尊重哦。我们要合力碰怪啊！人比怪可怕，人比怪可怕，怎么会呢？那我们就分三队来啊！好啊，真的三队。分队啊！分队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不舒服！树抢树！这个地形还要换通话吗？根本感觉一下就结束了。要！我们有很多的战术要考量啊，对不对？看这地图，感觉就战术很多啊。好！走。哎呀，绿色脏兮兮，绿色啊，丑不拉几，玩看看看看，反正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、啊，就去那里吧，就那样了吧，就去吧，就玩吧，就这样。哎、欸欸，搞不好我们这样想，其实等一下这个一玩就玩了快2个小时。走，太难了。不会不会，边界压缩就是20分钟，好不好？太难了吧？走走走，那看到不止一颗哎。不止一颗不止一颗，不止一颗，走走走走走，有看到人吗？跑酷之力，有看到人，有看到人，他直接过来了，两边都有人，两边三方对决，三方对决，对决大对决，我觉得也没有要打树啊，打人呐，不用打树，直接打人了，哎呀，什么树啊？哦，他连揍我，喂，这不要，他只想打我啊，这个，有，前面还没受伤啊，我打了一颗，打一颗，不够，至少2颗。喂，哦，狂打狂打！我再打看看。好，没有他过来，哈基偷打，哈基有一颗。喂，刚，你们还在那里吗？有，还在，我在打哈基。我继续打，打棉花。打棉花。OK。铁拳无敌。喂，这要连续挥击是吗？哎，我把哈基打退了。哈基在哪里？他下去了。啊，另一队了。没看到，另外队刚没来，我在旁边啊！他们做斧头啊，他们渔翁之利啊！走走走，撤退！我要死掉了！
撤退撤退，你们 OK 吗？撤退了撤退了，我撤退了，你们赶快撤，你们赶快撤。他们应该在追着我，他们在追着你是不是？我帮你做一把幕府。OK， 他们还算远，还算远。哇哇哇，好远好远哦！快跑快跑，繁星离你们最近。那我当作没看到啊。刚刚。哇！他们渔翁之利啊！团团快跑！团团，团团快走！有，我在跑，我在跑。现在他们都去追杠杠了。好好好，那我繁星去追哈记了，繁星去追哈记了。我觉得杠杠好可怜哦。我逃走，我逃走。我把人带去给他。他们去砍另一棵树啊！有，他们刚刚沉到水里。我要躲起来，我要躲起来。你在哪里啊？我躲起来，我躲起来，我躲起来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是边界。对，边界很那个。刚刚你快死掉了，刚刚。哇，有人溺死了。有我有师傅，我有师傅。我在万里寻找巧克力。他在地底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小雨，我这边算是中心点吗？对，是啊。哎、欸，要在左边一点啊、哦，因为它的那个中心点是在冰这里。这里其实树蛮多的，我们刚干嘛争夺那边的啊？真的假的？我刚爬到旁边有个神木啊。是啊，哎、欸，小雨，我下面有没有什么铁之类的、啊哎？来，我帮你看看啊、哦。你这边，有，你这边往下挖。可是前面有女巫、跟蜘蛛、跟蜈蚣、欸，哎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！然后你回头还有小哎、欸，还有另外一只僵尸。你帮我看我附近有没有他们？对，好，我帮你看一下。完了，哈基有没有？哇，哈基有没有粉丝啊？没有，这里都没人哦。Yeah, 有种叫他们来，来地洞啊！他们都在巧克力头上。呜、哦！他们三个都在巧克力头。亮了！啊，亮了这么快啊？不是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挖到我了。他们来了。然后关起来。通通都在巧克力头上啊！啊！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！挖一个大地洞给他们啊！你这个下去啊！你这个有种下去啊！你这个来不及了！你这个是没什么办法、啊。有，就是让他们下去，有没有？嗯。繁星从另外一边，他在挖。嗯，挖我在你的右边那边，他会挖出来。你屁耶！啊，有铁。我想要 ，OK， 可以，你可以从这边往下去，这边右边下面有一个洞。我想要让那个僵尸上来啊！哎、欸，繁星挖出来了，繁星挖出来了，巧克力。好。喂啊！哎呀，怎么是叫我？我有先打他了。我边缘呢，我在旁边。我血不够。边缘团。我正想要帮他挖角胶的。下面那么多怪，对不对？ Okay, 下去有多嗨 ？OK， 听，来听来听。嗯，跟哈基成为听，二打三可以的。你要小心点哦，那边界的说很快哦。对，边界的说很快哦。你是我们的希望。哇，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嗯，绝对没问题啊。那。还有铁吗？还有铁吗？哎、欸，边界压过来了，边界压过来了，边界压过来了，准备过去了。帮你看一下，有他们都没有铁，他们都没有铁，他们没有。哎、欸，可是刚刚那边应该有。我不知道。他们就怕是，还在拿幕府啊？他干嘛？他干嘛跑走？谁？刚刚那边不是有武器？他进攻往后。他干嘛？他要挖下去。他挖下去干嘛？他挖下去干嘛？为什么？对啊，边界会压过来。他脑子在干嘛？他选择躲起来收听。不是，边界就要压过来，他脑子有问题吗？我不要理他了，我要走。哇、欸哦，他们三个在追你一个，。哎呦！三个在追你哦，完全在追你哦。哎、完全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哦！你要靠到边界是不是？哦、哇哇哇！嗯、一这张哦，漂亮！哎呦，快快撑一下，干掉他、哎！你可以的！哇！气死啦！有，至少干掉一个，干掉一个，换掉啊！这样，哎呀，不是，哎，毫无悬念。那个要怎样？那个要选择被边界压死，是不是？对，看一下哈基，去看一下，你在干嘛，哈基？他脑子怎么了？哦，他想要做十字品，他做十字，对，
可是这里也太危险了，因为他马上上来，他马上上来，对啊，上来，快跑，快跑！我们误会他了，误会他了。哦，那边界压的没有想象中的快，还好。他想干嘛？他想干嘛？只剩他一个人了。不要再回头了，小鸡满血来了，打不了、啊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他记得血都是我打的，我的血是他去打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说好的同盟呢？被渔翁得利啦！天啊，繁星有铁装哎！哇，太凶了吧！那、啊、这个也跑不了哪里啦，要狙了，要狙了，要掰了。嗯，你要去哪狙？他干嘛？哇，埋起来，埋起来！哇，居然没有埋，直接下去！有爸爸，爸爸爸，太痛了！赵飞、欸、真的好快哦，超快！拔起来！我们两队打成一团，结果还有另一棵树，你们在那边捡。我们要帮他捡他木头。没有，这是最开始我们开打那时候，根本就还没有前三十秒，根本就不会痛。哦。我就想说，我们两队打，想说你们应该是在旁边观望，然后就哎、欸、什么，已经有幕府了。当然不是观望而已啊，旁边的树意外的还蛮多的。嗯，对啊。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抢那里呢？到底是谁说只有这一边有呢？一群骗子。重点是你们有斧头也有太快了吧？对啊，好快哦，超快！我刚为了逃离你们，还会溺死哎、欸！我看到了，我就看着你挖下去，然后就不玩你了。我们趁你们离开，马上打一棵树，然后看到哈基也学我，偷偷打树。不行，那我就来打哈基。啊！这个地图是那个地图是，请问蘑菇岛啊？请问今天六张不太够、哦？请问蘑菇树会不会有木头？这一船就真的只能用拳头了。啊，说不定，等一下又有一棵树冒出来了。对啊，真的搞不好啊，搞不好你现在看到。没有，搞不好你现在看到蘑菇梗下面都是木头啊！太屌了！我不要再相信了，其实还有希望的。真的，要好好找木头。你要想，说明我们可以找到废矿有没有？对对对啊，找到废矿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可是你们大家好好相处来当孤奴，空手打个石头还好啦。大概要打个二三十吨的石头才会找到废矿吧？好痛苦、哦，太难了吧？我可不可以只当孤奴就好了？我还可以种蘑菇。而且刚刚边界其实还好啊，没有想象中的快嘛。还好没有想象的快，我以为很快，其实还可以，还可以直接冲中间，直接冲中间，嗯。好可怕哦、嗯！所以要分队了吗？来啊！所以要分队了吗？分队啦！分队啦！不一样的！刚刚是哇！巧克力！红去红队！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一开始就我们来当孤农好不好？分开！啊，队长。怎么玩？这个地形，这次的地图怪怪的。这六张有没有一张正常的地图啊？我相信是有啊，只是可能这个坏的比较多。对啦，这个怎么玩啊？说不定我们这样玩起来，说不定很刺激嘛。正式场也可以这样来。这样，等一下正式场这样会不会太快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样找有没有木头、欸？有蘑菇牛哎、欸，蘑菇牛，我们可以透过蘑菇牛取得什么东西？什么都没有，蘑菇汤。你没有碗，你装不起来。好啦，那就来吧，走 ，Go！好快！我觉得我们要那个啊，渔翁之利啊，对不对？渔翁之利，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？这个、到底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？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？
打牛至少有食物，我们可以一直跑。嗯，哦，好哦，好、哦、好、哦。